吃，要想吃鱼噻，要拿出你的真本领喽。嗨，好不好钓？关键是你要喂猪。好，我去看嘛。这个就是江西一番旗刊的地方哦。放心吧，三哥，今天我们必定会满载而归。别吹牛。嗨呀，看看，别丢在衣裳里喽。这个钓来，你有高点的地方钓得到不嘛？我们这个钓鱼不能钓那么寂寞。既然是你德行呢，钓不起来怎么整呢？我就试了钓一钓。哈哈哈！这蓝田都看得稳当，走吧，走。出来了，哇！真的，快点，快点来装头。哎呀，还是条红嘴鲤鱼，还没得，没得了。哎，可能没得。喂，我提了一个。峰哥有喽，你过来看有好多条。这一条啊，就是这一条。没得，没。这还有浑水。有啊。到了，有几条？两条，好像。哇！哎我好像说把红绳子给。哇，抓到了，抓到。哇，哎，哦，在前面。嘿，有。骨头，来。哇。四条够吃了哈，够了，一个人吃两条，两条，嘿嘿。哎，把鱼饵篮打进去。来点葱姜、盐巴、料酒，把鱼腌制一下，切点酸菜。自己煮的酸菜，吃起味道巴适。切点配菜，这鱼儿不够，可以烫着吃。酸菜下锅炒干，起锅，锅烧油，姜蒜下锅，再撒豆瓣酱。酸菜下锅，这番茄、大葱、老鸡汤，来点白糖，加点盐、生抽。对，火盘有没有？来几了的，大哥。哦，我这个懒炕火盘安逸的很。哎呀，快点，都饿喽。焖煎，这鱼不能煮凶了，要焖熟了才好吃。
来一点。哎呦，再上点标出去。这条大的要闷久的。哎呦，烫着了。我这鱼好久要吃掉。哎呦，年轻人要有点耐心，要闷久点，味道才来。来烧点葱花嘛，基本上可以吃了。我说，只是把葱花还是烧掉。你不杀葱花儿，从可以吃吗？酸菜鱼火锅，哎哎，哇，你鱼麻没有？麻过的。来来，你等不得了，快！来来来，我讲，你看这只小的那个，咦，安逸得很，老板儿，你干了。嗯，这要大得很了嘛？大得很，不管是的。没有没有，快点弄一开。确实还不错啊。嗯。喂，老板儿。十几天的鳗鱼就是不一样哈，嗯，味道肉那好点。嗯，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焖出来的味道更安逸嘛？啊，老曹，嗯，有点难念嘛。加了种酸菜，一下就够了。关键是鱼质好，晓得不嘛？嗯。你那边你这当成虚的很喽，又是稿子又是冒烟，你看那个小伙儿，倒卷卖灶的灯都不怕冷。二十八月乱穿也没条蛇过吗？我感觉不是的。那我还是有点冷。你别说噻，让你年轻人要高级嘛。你还说我自己皮穿起来这样那样。我这没接触的多。你看你给这个红儿好紧。自己那是火烤鸡，抢我老子不能过。我光脚不是嘛？还光脚不是那个？你给弄开搞完了，你腿远点搞来。刚刚天都爬起来。天都爬起来。你娘，不要那个金龙说了，那鱼都等我都完了。还有各种吃。都完。你只有几条吗？就四条。少喽。你各种网上我这鱼多很。就是有点不大好整。还好就是你这边鱼多。嗯，不是吧，今天还没得鱼吃。那密度还是算有点大一点。少说点嘛，还有50条鱼嘛。昨天空了嘞。你看，你捞起来那个颜色是不是熏白的？嗯。正宗的土鱼，为什么？要不是今天师傅来田里边的鱼，嗯，我们今天吃不到。哎，这小伙儿吹牛吹得很，走就去报考，结果空。从我鱼塘钓噻，我那边鱼塘都吃得了我鱼。我们就拿两根杆杆去，我这都没打，从我家里起来嘛。哎，收你不过关节，不要管其他的哈。要是你技术上的手啊。嗯。来，把个安逸。来吧，我是再来一片。再来一片。但是，这个火锅我鱼除了要鸭子该做的了哈，是不是老板？哎，对了，嗯，不是做。这个火锅开这么下去了，你要小周是不是火给做火去了？他今天没来。哎，那真是啊。那我等他先把火煮起来说。哦，你鱼还是想吃的？那天我听他说，他说你家卷了，我多人来想抢点来，你家卷了就吃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家地方都多哈。我没长大哦。你家地方都抢点，你做了，你看今天没来，是不是给做点火去了？那又不得开玩笑。我看着的，我有见过。